到我们方心有礼的节目现场，在我身边这位当然就是我们新传媒副集团总裁张仁荣先生。你好，你好，你好。哇，我们这对新人哦，爱情长跑有九年了，对不对？应该有。从开始你就知道吗？当时有听到很多这方面的消息，不过也不能够确定，不过很高兴了，这个差不多要十年的这个爱情长跑终于我们看到画上一个美丽的这个句点了。对对对，那你今天有什么祝福的话要对这对新人说？首先我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见证明顺跟文芳他们的大喜事，那么在这里要特别的恭祝他们婚姻美满，那么同时呢也祝福他们事业更上一层楼。谢谢，谢谢老板的祝福。那现在我们马上把时间交给国煌。哎，是的，听到我们的这个老板呢这么有诚意的祝词，我们今天呢这对新人也有非常有诚意的这个婚礼精品。那么这个婚礼精品呢就是这个行李牌，除了可以放在行李之外，今天晚上呢我们也有安排这个摄影师跟我们现场所有的宾客拍照，然后直接呢就可以把照片放在这个行李牌，看到了没有？这个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家庭啊。那我们也看到全怡凤跟她的女儿也玩得不亦乐乎啊。哎，来来，全小姐，想请问你一下，这个节目本来是你我跟米肖三个人主持，为什么你要请辞呢？因为呢我怕一时风头太健又把头版给抢下来了，所以我只好啊忍辱一下躲在里头。哦，这样哈、啊、哎，来，还是要讲一些祝语好不好？对，我觉得最简单就是祝这对新人天长地久，永结同心。好，哎，我好像看到郑秀珍呢。哎，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米肖好不好？是的，你真的是看到郑秀珍，虽然她今天打扮好像有点像男生的感觉哦，可是这位真的就是我们漂亮的郑小姐。Hello， 郑小姐你好，今天的打扮哈、哦、精心设计的是吧？没有没有，因为我剪了头发，所以没有裙子可以穿，所以就穿这样子。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问我们郑小姐，看到这么幸福的场面，有没有突然有一股冲动也要马上结婚？哎，谁说有啊？哎，谁？我等一下，我跟文芳聊一聊。所以我们等着你的好消息，对不对？明年。好了，我们就在这里祝福你了。好，谢谢。哎，这里，哎，泰明大哥还有初明大哥，哎呦，怎么可以少了你们呢？怎么样？有什么祝福的话要对我们的新人说吗？怎么把太太养得肥肥胖胖、白白嫩嫩？喂。现场告诉大家白白胖胖什么意思？不过呢，自古以来呢是夫妻啊本来就是一体的。那我非常非常开心。丽萍因为哈、啊、临时一点事情不能来，但是刚刚她我收到她的信息，她说哈、啊、她很开心看他们两位哈、啊，真的祝福他们，真的很感动 ，very very touch。所以在这里呢，我仅代表丽萍跟我自己的祝福文芳还有明顺你们的夫妻白头偕老。永结同心啊，永浴爱河。对，谢谢你泰明大哥。那初明大哥呢？祝他们永浴爱河，这个好好做人，早生顺子。谢谢谢谢 ，OK。素芳小姐，就哎，干嘛干嘛？你这躲，我只能选一位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几时结婚？你问他问他，几时结婚？没有问他们的。生了几个？啊，你已经生了两个了，对不对？越好啊。传授一下做人的道理给我们新人。我觉得要互相扶持，互相的容忍哦，你的那个婚姻才会幸福美满。嗯，好，在这里要谢谢大家的祝福。哇，现在的气氛是越来越嗨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新人哦马上就要登场了，马上来看看重庆那边的情况如何。重庆，哦，谢谢 Michelle。 是的，现场我们看到这么多的这个现场的朋友呢，每一个都是盛装打扮的。 That's right, everybody is very well dressed today. 是，那么很快的呢我们就要迎接我们新人的到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切呢都是现场直播啊，所以等一下呢在场所有的朋友，你们的掌声啊欢呼声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就来试一次啊、right. 让我们的制作组来听一听这个掌声呢踊跃不踊跃。 Absolutely,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we have your attention for a short while? We need to test your volume of your claps.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be we'll try out now with the Fan Wong's friends and family. Could you please make some noise? Not bad, let's see your side. 如果你是李明顺的朋友、兄弟、家人，请你现在马上鼓掌。
people are double-headed, it's okay. Now, together, Fan and Christopher's friend, make some noise. Woo! 要比这个更热情啊，对对对，这个才50%，对对对，我知道你们有所保留啊，那么等一下呢，当我们的新人出现的时候，我知道你们会给我们100%啊，但是我们真的希望是100%啊，对对对，哎，不过我们还没有介绍我们自己，对不对，来来来，如果你还在家里看我们这个节目的话，让我们以剧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新郎官。 李明顺，哎呦，来来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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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老爷，现在李老爷这感觉如何？今天感觉如何？我觉得今天是我这生中最特别的日子。哦，真的吗？今天也是我这生中最特别的日子，因为老师家老大的老婆终于嫁给你，对我来讲也是哈。啊，哎，来来来来来，整个婚礼筹备的辛不辛苦？老实讲。 老实说，筹备一个很完整，然后很隆重的婚礼呢，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对不对？因为我是过来人，所以我也知道了，好，好不好？所以呢，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还没有看到新娘，对不对？看新娘之前，我们先看看明顺还有文芳在马尔代夫拍结婚照的精彩花絮 ，Take a look。 陪着我，看着那海为水中游，慢慢的趴在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朵。你不要害怕，你不会寂寞，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 这天到来了，以前并不憧憬这一天，因为老觉得幸福被夸大了。不过此刻的我，真的要谢谢很多人。首先就是阿布，如果妈是慈母，阿布就是严母。为了我们的婚事四处张罗，也要谢谢 Shangri-La 的 Melanie， 当然也别忘了我的姐妹涛，还有在场所有宾客在百忙中出席。来来来，大家多喝几杯。不过拜托拜托，酒后千万不要驾车哦。